哦啾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努力，小裁缝汉斯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让你绝望。东西，为今之计，只能伪装成观众混进去了。谁呀？来了！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汉斯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一个下午都不见你哦。太可怕了，巨型鸟人，还有会说话的笔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会说话的笔，烈翼飞鹫。这么说，遗忘战士是想打服装展的主意咯？可恶，吃了汉斯的梦想，现在还要吃掉更多设计师的梦想。后天就是服装设计展了，我们得想办法制止他们。可是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该怎么办呢？大家都过来一下。展厅的出入口只有这里和这里。安保方面，我们可以让菲利斯加派人手。到时我和波比负责展厅外的巡逻，菲菲在监控室排查可疑人员，小呆呆和菜鸟在场馆内待命。汉斯，你的梦想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。不要灰心，汉斯，相信武灵卫的力量，一定可以夺回来的。没错，汉斯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。谢谢大家，我也会努力的。奇怪，服装展不是快开始了吗？怎么一个观众都没有？居然搞错时间，现在怎么办？哈哈，这样更好啊，躲进工作间，等明天所有设计师一到。哈哈哈哈。有人吗？汉斯，可以在这个工作间里做你想做的，看能不能找回当初设计衣服的感觉。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。你是谁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是设计师，来看一下我明天展出的作品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。设计师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汉斯，你应该跟这位设计师先生多多交流，说不定能让你回忆起做服装设计师的事情。好，设计师先生，能让我看你工作吗？对呀，拜托你了，设计师先生。冤家路窄呀，可恶，我得想办法摆脱他们。当然没问题。
问题，同行应该互相帮助的嘛。你呢？你说哪边凉快？你先去忙着吧。你的朋友就交给我了。设计师先生，我要怎么帮你呢？你先画几张出来，我看看。好。我真的不可以旁观吗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外边待着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们口渴吗？要不要我帮忙倒水？不用，这下看你怎么进来。你们饿了吗？要不要吃东西？哎呀，你够了！我跟你说，设计师最不喜欢被人打扰。你还想不想你的朋友记起梦想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帮助朋友记起梦想呢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么年轻就健忘可不行，快去喝点牛奶，增强大脑记忆力吧。别再进来了，再见。我刚才有说吗？可恶，真是难缠的家伙。哎呀，好了，别画了，一副便秘的样子。可是你叫我画的呀，设计师先生。行了行了，别画了，着急没有用，现在需要的是放松，懂不懂？现在你先给我把这里收拾一下吧。这支笔啊，还给我。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这笔是我的装饰品，你知道的，设计师不喜欢别人乱碰他的东西。我真的十分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看这笔款式很奇怪，而且有很大的改进空间。啊，汉斯，你的设计灵感来啦！设计师先生，借用一下你的笔。海斯，赶紧试试。哦，设计师先生，你真是一个厉害的导师啊，这么快就有效果了。不客气。海斯啊，这里画出界了。应该这样。然后这样。纸也笔不，羽毛有点丑啊，修剪一下吧。住手啊！可恶！设计师先生，你这笔会动耶！搞什么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可恶，居然这样耍我，我饶不了你们。遗忘战士，糟了，汉斯退后，守卫之力无灵变身。这就是耍我的下场，纸燕真言。救命啊！汉斯，你在这里待着，我会帮你把梦想拿回来的。
一定要想办法帮助猪猪侠。哎，觉悟吧！走开！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实在是很傻很天真。哼！阿斯，你快跑！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我的笔对你可是相当不满呢。放我下来！你这个怪物！觉悟吧，阿斯！哎呀！烈翼飞鹫，俺的对手在这儿。呀！嗨！海斯，你先躲起来。看招！耶！呀！虎啸斩！赤焰笔，我的梦想之力，可恶，只能先撤退了。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，我的梦想是成为著名的服装设计师。太好了，汉斯，你可以继续做你喜欢的事情了。猪猪侠，谢谢你，我记起我宝贵的东西了。当当当当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怪兽见了就悲哀的猪猪侠来了。猪猪侠，你好帅呀！那还用说吗？猪猪侠，你没事吧？哎呀呀呀，汉斯给我做的新衣服呀！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友情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飞翔，追寻最初的梦想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